不管有赚到有赔到或者是持平的，来干嘛？记得啊，直播啊，冻掉啊，过几把来。那个是桃园那个旅馆吧，富什么特的，那是桃园的旅馆吧。真正有够好吃的啦，这下再200块超过啦，来啦，无你开玩笑的啦，都无啊啦，真正吃到足唔甘的啦。头拄我应该分三个，分两个，我来分几啊杯啦。面价要低的，等下家己来提啦，免钱啦。上青的盘啦，无就我青啊青菜啦，还是来提提落去，啊好，管他着啦，管他着啦。老师傅很强哦，什么都出清了。关中的哦，糖来，你试看麦的无？对呀，来。你点黄鱼哦？我一般这边算你，我要甲了钱也袂掉。我讲啥？啥你点黄鱼？恁等我出啊无？我麦的哦。幺啊，真正，你试看麦的无？规箱内卖，我规箱我。我当最弊啊，是吐的。你们知道去年啊，大概就这个时候疫情最严峻的时候，我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去这台湾缆车上，我可能百二三号银啦，三尾四尾啦，你要死我啦，我问一个人去啦，你五尾给你啦，五百好不？你若买，我再转落去，我招两个人去啦。这无，我落价哦，5尾哦，一人5尾哦。那你买有？一只的再百，二只的600，一句对啦。5啊5，500免啦，4啊5免啦，400啦。台湾早就有社区感染，如果早就有早爆发了，还等到现在。80块，你敢比较一下？我搁问一下，400好无？这无落价，第二声，好啊吼，好啊，真正好啊！我甲你请问一下，你爱食啥？这个叫鳟鱼，这个好吃。听到有人爱吃？这一尾鳟鱼在卖到二啊五。这一尾鳟鱼哦，20几两啦，一斤敢那16两尔，这一条接近1斤半啦。最后一个人客要吃鳟鱼无？卖少一个人客啦，少三个人客啦，这一个一斤叫人买三尾才。这现捞的哦，这现捞的，这今仔日的物件，保证足鲜的，规只搁甜酷酷的鳟鱼啦，这餐厅一尾600-800才吃会到的啦。三个人客啊，我都要落价啊，真正三个人客，我都要落价哦，经过200。这不是鲈鱼哦，200，安尼啦吼，无得烹调啊，无得收掉啊，唔好阁浪费时间啊，一句啊吼，500落来。这大地刷鱼，中国啊，这大地刷鱼，外口超过100倍，超过200。超大地真正的鳕鱼哦，比目鱼哦，真正的鳕鱼哦，这两地外口的300超过哦，啊最后搁厝我那无啊，真正无啊，要加买嘛无啊，500，一地超过150呢，这青菜这算是新鲜的呢，500好不好？无我刚搁落价啊，我落价落去，真吃落袂落，这本钱花掉这样做的。最后一句吼，450啦，15就无讲价嘛，无爱包价，这了钱啦，啊，才花钱啊嘞。
别要甲包起来，我要搁客头前互你看。我最后问一下，实在讲的，你若爱食的啦，你水果啊问一下来。今天在早上一条100罐以上，不是以下。哇，不管啦，都一样啦，都热到脱光光就对了。一人加买两杯啦，这两杯要200块超过啦，最后出啦，最后出100块啦。八块我甲先调啊！来，我甲挂一下哦。来，我甲你讲，这买只鱼仔好食，这鱼仔叫烟膏鱼，无要紧啦。我先甲你讲一下，我甲分一下来，这鱼仔大细买来。我咧讲哦，这一尾鱼仔上大尾，这一尾3-4斤重啦吼，渐渐来，渐渐愈来愈大，愈大愈来愈细啦吼。这尾鱼仔伫餐遐一尾料理起来，这尾鱼仔爱一个800，1000爱食会到啦。烟膏鱼哦。我少取就好啦，卖600、500，上大先来哦、喔。400无卖啦，400已经了钱咧卖啊啦，但是歹卖啦，一句就好啦，300啦。啊，你是变哪花？你是到底是安怎？你今麦是咧等啥？等警察要来抓哟？实在讲诶，这大只烟膏鱼，抓我好无？等吧。袂晓食，莫甲我讲袂晓食。我拢要来甲收掉，我最后搁问一届吼，剩下三无就收掉啊。我搁问一届好，200好无？一句，两句来说说来，来做咱甲收掉。这鱼啊袂晓食，我甲你讲下吼，有当时啊就对啦吼，食无买你菜市啊人。为安那细因，我你嘛细无就对啊。最后一只才甲细吼，啊无就后尾后壁规盘收来。内底肉是甲雪梨同款白色的，足好食的哦。大细买的问题哦。无介意哦，无介意，今日看到啦，100块。一个，两个。啊？啊！你这公家是来支持啦。这只鱼啊，我遐300块嘛。啊，这种你嘛买袂到，真正的，足好吃的，清蒸的，吃干干。纯白色的肉哦，跟血一样的肉质呢。大只的200，来，是咧卖安怎？真正咧死我，无你买会到。下载无500，无1000，咧卖你哪买会到？来200，我问一下，无就收掉啊。一条200大只，一个，两个，只卖200好不好？错啦，只卖130。只卖个130，只卖2斤外重的烟锅个130，只卖个哎呦，卖到等于啊，真的好吃啦。这边菜，哦，啥要收来哦？对啦，对啦，这里，对啦，不紧啦，不紧啦，不紧啦，这边这边也袂话，这里看无，200块银啦，
吃外口七八十个啦。在家伙就是安尼啦，买较贵的鱼啊，你无人感受会到啦。收一百块，现在也买不到，真的。这个鱼好吃，这个蛙啊。先生，快来买哦，就是要让你忍不住，就是要让你忍不住哦。两百，起码给一百块，我好买买袂着啦。有的人要相信，有的人不相信啊。搁两百，搁两百，这一点了，钱了足侪钱啊！搁两百好无？无人来啊吼，无人我收掉啊。你要再吗？再两百五。啊，我最后问一下，你要无要求？250块，我还无啊，真的没有了，剩这三四样也无啊呢。你要吃鲍鱼无？要吃鱼皮无？我鱼皮我最后问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要。看我来。这个我要。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把老板，我带个提个好。有人要吃鱼皮无？你有人看我来无？最后我问一下，啊无就拢无啊，要收掉拢无啊。这两包鱼皮外口咧卖咧卖200块消费哦。你要来哦，250。森森来哦，来嘉义哦，等你哦。我帮你特写 special。都叫我看到了啦，来一百二。这两包咧卖150买袂到鱼皮，无就收掉啊。这无我介绍，一包一斤重的鱼皮，200你煮汤好吃，一股。好啊，谢谢。通通没有了，没有了就剩这三盘了。三盘多少？这四只卖500，这总来300。那当然乱说话。诺富特之前不是专责防御旅馆啊？